后天好三开好奇频道，那么稍早官方 FB 粉丝页发布了这则图片哦，他写说下一个合作的情报就在图片中，那你猜得到答案吗？那我们先看完神魔所发布的三张图片哦，这是其中一张，那么第二张是这个，然后再来是第三张，那这三张呢就是下一次合作所会公布的一个图片。那其实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吧？没错，如果有玩怪物弹珠的朋友，应该一看就知道，像这一张的话，就是这次的一趴大奖吧。它叫做尼奥哦，在怪物弹珠里面来讲，算是神一般的存在，非常好用的卡片。那不知道这次会以怎样的形态去推出？那剩两张的话，就留给聊天室的大家去猜猜看到底是什么了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新的影片，别忘了开下你的电脑，以及关上你的铃铛，下周新的影片就电通你。那我们上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